五官也是最后画，先画细节。橡皮擦可以少用就少用。肩膀是三角形，肩膀接这个脖子有个三角形，一个肌肉的地方啊。你千万不要没有这个肌肉，这个是肌肉的地方。如果你直接下来就会很奇怪，啊，所以有个肌肉夹接起来。然后女生也不要画得太壮，就是刚刚好。手指，好，因为我刚刚有个形给他的，所以我就知道位置在哪里。有没有手术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用切割的，然后我在切那一块蛋糕，因为我是不是有个心给他，我在切蛋糕，我在里面切蛋糕，他就会出来。好，老师也是先画左边哦，左边先把它画好。穿高跟鞋，高跟鞋就是顺着你的脚型给他穿鞋子。你看这样说脚就穿高跟鞋了，顺着你的脚型只是把鞋子穿在他身上。然后再画右边，左边画完。然后因为给你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你就慢慢构图哈，不要急。之后你就是等一下你就先把身体画好，再来画这个全身。接那个下盘。大腿，小腿，高跟鞋要直接套给他，好像人就完成了。